Hello， 狗狗民宿嘅網站呢已經有新嘅版本啦。咁呢度呢會有好多資訊嘅，而家呢就係一個一站式嘅資訊平台。咁你可以揾到有，當然係民宿嘅資料啦，亦都會有貓主狗主進修嘅香港伴侶動物學堂嘅課程啦。仲有其他嘢喎，就係、是、譬如你想揾上門嘅美容師幫你嘅貓貓狗狗整個靚妝，咁你可以有上門美容師啦。跟住咧，仲有炎炎夏日，如果你想帶你嘅狗去游水，咁邊度有泳池？狗狗泳池咧，咁我哋呢度咧就個網站有一站式，你就可以睇到啲泳池幾點鐘開啊，幾點鐘收啊，收幾錢啊。跟住咧，仲可以一 click 咧去埋禮手去埋佢個網站。咁跟住仲有啦，如果你想同狗狗開 party， 有狗狗 party room。咁跟住玩完之後咧，梗係同人開 time share 啦，所以重點就係我哋而家咧有呢個討論區嘅。咁咧討論區咧就需要好簡單，只需要登記。咁就而家示範啦，就喺呢度 sign up， 係啦，你撳 login 其實係 sign up， 係呃人嘅。咁然之後咧好簡單嘅，咁啊建議你用 email 啦，整個 email 啦。咁我時間嘅關係準備咗 DOGBFB， 好，哇！借個位啊，哎呀，借個位啊，借個位啊！是啊，哎呀，哎呀，不要走，是啦，那就打你的 email 啦，然之后整一个 password， 那我们的 password 什么好呢？ adopt not buy， 是啦，领养不买卖 ，sign up。好，那你呢就已经成为了 member 啦，那呢，跟住你就可以去这个讨论区，要啲时间捞的啦。咁咧，你想誒睇翻點樣揾民宿嘅流程可以睇到啦。然之後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可以睇到有初檢版民宿、其他民宿、有 common 課室、有獨立美容師，跟住快啲嚟呢度講下游泳池嘅好唔好啦。然之後特別想同大家講呢樣嘢喎，我想支持的動物機構咩嚟嘅咧？就係、是、希望大家咧幫幫忙嚟呢度登記做個會員，然之後仲有做多一樣嘢，幫忙喺 YouTube 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呢、这個頻道係咩呢 ？HKCAA.DC， 咁係喺 YouTube 打 HKCAA.DC 就會見到，然之後撳 subscribe 訂閱。咁如果你做咗呢兩樣嘢咧，我哋咧，希望做一啲小小嘅事，就係、是、你可以翻嚟呢個留言版，我想支持的動物機構，打一個你想捐錢嘅動物機構，譬如太多啦，所以我自己就動物機構啊打，你打你個你支持嘅動物機構個名啦，咁然之後 publish， 咁咧我哋咧就會按翻你哋嘅留言，每一個留言，咁我哋就會捐一蚊俾呢一個你揀嘅機構。所以如果你想捐俾邊一個機構，希望你揾多啲人嚟幫下我哋手啊！咁咧就係、是、登記做我哋嘅網站嘅會員啦，跟住又做多一樣嘢啦，去 YouTube 嗰度去訂閱 subscribe 我哋嘅 HKCAA.DC 嘅頻道啦。咁跟住就可以翻嚟呢度咧去打你想我哋捐錢嘅網站，咁咧就會每個一蚊，咁就等緊你嘅支持，快啲嚟登記訂閱，然之後我哋就捐錢，多謝你啊！